这个问题呢就是非常之多油性皮肤的concern 来的，就是他们即用不到防晒产品，因为很多时候如果呢你是比较即想用天然的无害的防晒呢，很多时候呢就会是这个全物理防晒啦。那全物理防晒呢，很多人都知道如果他那个 zinc oxide 比较高的时候呢，即是那个防晒指数比较高的时候呢，那个质地呢都会比较黏一点，那很多可能真的油性皮肤呢是用不到这一类的防晒啦。咁呢個時候咧，你可以用呢一個 Beauty Sensation 嘅呢一個產品啦，佢裏邊咧有奧圖玫瑰成分嘅。呢個奧圖玫瑰乳液咧，裏邊咧亦都有3.6% zinc oxide 嘅。3.6% 雖然唔係真係好多，咁但係咧對比起如果你見到其他出邊市面上咧，其實有好多嘅全物理防曬質地上比較薄嘅話咧，其實分分鐘係低過3.6%。咁所以咧呢一個係油性皮膚做防曬一個選擇啦。咁你可以呢個時候加埋啲咩嚟用呢？你就可以用補水精華啦，再加呢一個奧圖玫瑰乳液，再加呢個夢之果油，咁三個加埋一齊用，咁就可以做到朝頭早嘅保濕啦。另外亦都係做到呢一個防曬嘅個補水精華啦，一整泵佢大約會咁多度嘅，跟住咧就加呢一個Renew Lotion 啦。咁睇翻你皮膚，如果真係咧好油好油嘅話，就會少啲。咁如果唔係咧，正常嚟講咧，都係一整泵嘅。跟住咧到呢個油啦，都係會加2至3滴嘅。呢度加2滴啦。跟住你見佢三樣嘢加埋一齊咧，你就可以咁樣 mix 埋佢。其實是非常之補水，很舒服，非常之水質啦。用完之後咧，你會感覺到皮膚咧係好水嫩啊，同埋都已經係搽埋防曬噶啦。